姜涛，最年轻的我最喜爱男歌手。不同音乐平台都会在每年一月颁发流行曲奖项，今年出道得两年，21岁的本地歌手姜涛得到大奖，除了网上热烈讨论，亦令到不少人留意翻香港乐坛。民众可能一定会讲姜涛值唔值得呢个奖啊，或者点样？但系点都好，我以后会用作品说话。姜涛之后话知道自己实力未够，但系会用自己嘅作品去保护自己嘅粉丝。呢一班粉丝大部分都比较成熟，亦都有妈咪级，佢哋叫自己做姜糖。我做咩要我光啊？我要佢光啫嘛，佢最好越光越好。啊，成日姜涛咁做啊！每一晚咧，小朋友瞓咗咧，我就会上 YouTube 嗰度揾佢啲片嚟睇啦。姜涛不红，天理不容。因为疫情不可以举行大型聚会，一班姜糖夹钱租了个户外荧幕播 MTV， 等大家可以一起去打卡庆祝。因为我不是日日都可以出来的嘛，又有家人肯帮我看着小朋友，我出来几个钟，我当然要珍惜这个时光了。更加 Africa 有一对仔女，她叫自己做妈妈糖，她说自己向家里拿了假，带了道具来打卡，做翻古灵精怪的自己。呢只小姜姜，呢只系小淘淘，好开心噶！即系你好多年都冇试过咁样玩公仔咯。咁你见到佢嘅时候，你会特别有嗰个心情会同佢打扮咯。我哋呢啲妈妈粉系无端端就笑，其实大家都系噶，喺屋企攞住两毫卵笑，屋企就知道你睇紧姜涛噶啦。你咁支持佢啊？咁仔仔都支持佢噶啦，系嘛 ？No， 佢吓醋啊！我成日睇下冇时间陪我咯。Eva 已经退休，她说自己70岁追星，但是一点都不尴尬，还依然有十几岁的情怀。我们都有一个群组叫做50后追星群组，大家都是不是很后生。我们多数叫她姜 B， 我还有喜欢她很多东西的。我们一班人都不是说只是单纯喜欢他靓仔的，我见到他我以为我自己十几岁，根本我都不记得我自己几岁。因为社会形势加上疫情，这一年来没有太多商场举办活动，这一天难得有活动， Eva 很开心可以出动为偶像打气，唔使啊，變成踎喺屋企咁憂鬱咯。啲我睇見好多人都話：哎呀，一日到黑喺屋企啊，好憂鬱啊！咁我又唔係呢啲人嚟嘅。今日佢會唔會喺呢度搭車嘛，追落停車場咯。姐，個位俾我，借個位俾我哋，你辛苦咗。拜拜，姜糖。好開心啊！終於都見到佢。阿比一向关心时事，甚至会创作社会运动歌曲。他说没有朋友信他是姐姐糖。我的朋友知道我喜欢是打了个突的，是啊，所以他们是姜涛，你认真的？
無論佢嘅聲線、佢嘅唱腔、佢跳舞 OK 啦，但係唔係話最 top 嗰啲啦。樣我會覺得係呢啲襟體樣咯，對於我嚟講，因為咧我係不嬲中意濃眉大眼、黃子華嗰啲咯。我就只能夠解釋俾佢哋聽，即係中意呢啲嘢就好難講嘅，突然間嗰下中意就中意啦。由我見到佢喺個電視度出現嘅時候，我對眼就已經 lock 實咗佢啦。無論幾大棚人，我都淨係見到佢啦。當你日日見住嗰啲令到你想掉爛部電視嘅嘢，令到你想掉手機嘅嘢嘅時候咧，即係 notification 一響，哦，又拉咗幾多個，即係禮手就想掉爛部手機嗰時，係你需要一啲嘢去中和翻你自己每一日嗰啲好嬲怒嘅情緒啊！佢喺呢個時候出現咗，而呢個時候你又好需要心靈上面有啲安慰，有啲嘢令到你開心，即係呢啲係會令我覺得係日頭睇咗好多唔好嘅嘢，但係呢個世界仲有啲好好嘅人，呢個世界仲有啲好單純嘅人。我自己就嚟過好幾次了，你們來過的嘛？來了，一次都沒心理準備，超級的心理準備。哇！我就真的會有人覺得，喂，為什麼你好像青春了啊，多了一些光彩啊，或者比之前更加有活力啊，這樣咯。我叫了他寫非洲，跟住佢就話：你真的叫非洲啊！我後生不嬲咧，都是一個很活潑啊，好古靈精怪啊，係好中意玩的人嚟嘅。咁但係當你長時間湊住兩個小朋友的時候，我不會自己對住埲牆無釐啦間喺度玩噶嘛。係啦，咁可能我會將我以前過往好調皮嗰一面收起咗咯。即係之前我都冇諗過啊，會唔會有一個機會將嗰個自己放翻出嚟咧？因為喺姜圖未出現之前，我係覺得啊，嗰、那個我已經唔見咗啦咁樣。咁但係真係好開心咯！入咗呢個圈子之後咧，啊，我能夠可以將嗰個我自己好調皮嗰個自己釋放翻出嚟喎。咁係真係好開心嘅。在我自己嚟講啦，當我走出嚟去做呢一件事嘅時候，我就會享受呢一刻嘅時光咯。我唔會理咁多人會笑我啊，會唔會尷尬啊，會唔會咩？我冇呢啲嘢嘅。係啦，我淨係想享受呢一刻嘅時光咯。同埋珍惜呢一個機會咯。跟住你就好似啊，哇，插滿電啦咁樣，翻到屋企你又會再以一個好開心嘅心情去繼續照顧自己嘅家庭咁樣咯。我諗翻我自己19歲嘅時候喺度做乜嘢咧？哦，我拍第3次拖，可能講出嚟佢會好羨慕佢冇拍過拖，咁但係我真係奉勸你唔好姜圖，我好後悔啊！如果我可以早少少好確定自己嘅夢想係乜嘢嘅時候，我唔會浪費嗰啲時間。可能我而家已經寫咗歌俾佢。我同佢講過，我話我一定要寫歌俾佢唱噶，我會好努力繼續寫。阿比本身好中意音樂，好想做全職填詞人，但係一直冇下定決心。直到成為姐姐糖，佢開始做更多創作，好似為偶像作咗首生日歌。當時有過百姜糖一起唱。Chorus 之後嗰句你一笑，像漫天煙花散開，跟住係俾我估中咗，佢呢個位置會笑翻嘅，係啦。咁跟住佢都真係笑翻咯。
但係其實呢樣嘢係我哋姜糖嘅心聲嚟㗎。你一笑像漫天煙花散開，醫得好我哋咯。佢係我減壓嘅一個好好嘅方法嚟嘅。每一晚咧，小朋友瞓咗咧，我就會揾佢啲片嚟睇啦。好自然嘅，只要一睇到佢出嚟咧，你就會自己不其然咁樣微笑噶啦。已經令到我啊可以忘記咗所有嘅壓力啊，咁就好開心咁樣瞓覺咯。每一晚都係笑住咁樣瞓覺嘅。